现在敢吃？这是这棍子。啊，坏蛋！来看看小锅去。这就乐堵车都了，啊？那也叫姐姐乐堵车都了。路上车能走了？好了。哎呀，这是想眼镜姐姐了，好长时间。那我出去买点东西嘛，啊？晚上就这儿吃了。哦，眼镜姐姐我放过来了。嗯。不行，哎，哎呀，想了这是，去买点鱼去。哎呀，不是我不在，我真的不想在那买了。那么捞了十分钟没捞上一条鱼来，啊，捞这是捞住了，捞个鲤鱼捞不住。啊耶耶，哎，等，鲤鱼这个，买两条鱼，拿蛇皮袋装的。这个蛇皮袋有半斤重，真聪明。媳妇买两条，能买一条的话，没有这个蛇皮袋重，感觉。手机。啊。姐姐，姐姐，老公回去了，刚刚。等一下。哎，我说我做菜，他回去了。哥，你这么不做。啊？够不够？有谁了吗？有很多人，姐姐的老公。你我小高兴，我们家的妹妹的朋友还来，今天。咱们家妹妹的朋友来？嗯。差不多，不够，咋弄？高，哎呀，多少人？差不多啊，我看。不过还有弄。还有，土豆。这是什么的？毛肚。哎。看看，两条鱼，两公斤，第四件，这是鱼片，鱼头、鱼骨。还有蘑菇、香菜，把这个，我看，把这个鱼片给高兴拿点出来，提炼弄吃点，因为他吃不成辣。今天我弄个辣的那个鱼肉，是吧？冒菜鱼肉，哎，小姐，有热水，赶紧放点热水，我泡点这个腐竹，泡点干腐竹就够吃了。哎，这是干腐竹了，泡点干腐竹。高兴，走。抱抱疼，他不用穿裤子，哎，不用穿嘛，穿啥了？鞋子都能穿呀，鞋子也要穿。啊，他等一下走路呢，我抱着他。哎呀，高兴，你妈又给你弄了个小辫子，嗯，是不是？你高兴穿上鞋出去，哎，记住买两瓶啤酒，买瓶白酒。嗯。啊？好，多少？啤酒、白酒，啤酒用干什么？没有呀，家里面。你家买的呀？你家买了？嗯，三瓶拿回来了。哦，那你买瓶白酒就行了啊。啊。记得啊。我知道了。我那啥。我去旁边阿三那儿，阿三搁那儿理个发，你跟高兴去买东西啊。好，我一起开车去。开车去？我走路去，你开你车里面去，我都有还小孩，那咋弄？那我跟你过去把东西买上，嗯，然后你我把车开过理发店来，我理发，嗯，哎，好，可以啊，就是走，先给你买东西，高兴，高兴，走了，棒棒糖，哎，棒棒糖，小家伙，哎，拜拜，要把它锁在家里面。快，赶紧！一会儿回来几点了？吃饭晚了吧？我知道，你看你的儿子，起来，站起来。我明天就出发了，走好几天了。不行，有好几天见不上爸爸了。你好几天又见不上爸爸了，明天。嗯。高兴。有三四天见不上爸爸了。哎，姨。好了，走了。高兴。最少你的三天见不上爸爸，我告诉你。别说话。他能听懂？能呀。走，走了。门不管了。嗯，让门不要管了。快，赶紧买东西！高兴，一见了牛就不走了啊！他是怕牛。快。他
也叫我们打电话过来吧，现在什么时候过来？过来啊，过来呀，一会儿过来，看，不能的。去买，刚刚他们回去。嗯。高兴时不能去哭。咋的？野叫回的时候高兴，不让回。嗯，来开。哎呀，出去，门口超市，手机买点大米啥的，我上边理个发，明天出发。你一进来就看爸爸啊，来高兴，哎呀，我看老看爸爸看你这个表情，看啥呢？哪个？来，这个，这个，不给你，嗯，少吃点糖吧，小姐。大米，赶紧买大米。大米我看瓶白酒就行了。买瓶白酒。他们这个白酒750毫升，1920，40多，度数有点低，没有高度数。这个42.8，还有脸有长的，这看放的都是土了，应该是放的年数长了，肯定把这个搞一瓶算了。买完吗，小姐？还看啥？生日的，回渣渣？啊，那你看你随便，你自己看。回渣渣过生日，烧鸡还给买个东西，就是你过生日，他还给你买了。高兴过生日也买了。嗯，哦，那礼尚往来嘛，人家给你买，你也给人家买一个。有啥了？这就是过生日的东西。嗯。这有啥？你看一下嘛，我都不知道什么给。这里个啥也没有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小孩的有点气。你快给他买个镜子，就他照妖镜儿，你。他的大的也真是。这种的不好看。哎呀，那是小孩的，你自己看。女科的。哎，他上面也有那些花了啥的吗？摆的那个。是吧？嗯。这是啥了？这是。哎，这也行了，手机。这里面的。哎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乱了都不好。烂了不好。乱的东西给，你得有没有？咱俩一进来，儿子都不管了。他们多人嘛。他们都服务员给带玩去了。那还有啥？那你看吧，你看上面有啥？不行，给买装佛算了，买装佛供啊他。高兴。哎呀，你自己玩的。哎呀，又买这么一堆东西。把高兴扔到那儿了，这是一家店一家的店，高兴服务员刚玩的了，烧鸡要给渣渣会选个礼物了，烧鸡。你就把那条狗给他买了就行了。啊、那条狗。不喜欢狗。咱就不喜欢狗。小哥的有很多。啊？他小哥的玩手。他们单身狗嘛，就给他买条狗。嗯、啊？要买个熊猫。这个不好。要不这个下面那个。这个。啊、哦，随便你看。不行，把那个条单身狗给他买了。本来他也没有男朋友，让他抱个布娃娃睡个算了，是吧？没有新的。这也是新的娃。你还在你们这儿还想卖个新的，就把这个提了算了。这个土个蛋子，是不是土？对，都是土。你问他有没有新？烂了。哎呀，烂了！要不然我说你把那条狗给他抱是吧？嗯。狗。你问他有没有新的，有新的就拿个新的，没新的说。
连都没有。人就是那个超市里面的话，应该是不是？嗯。你吼一下，吼一下，看看还有有没有啥东西。不想给，不想给买这么个汽车是吧？他不是小孩儿了，不应该再整这。这不是吗？这么多小汽车吗？别再搞，拉出去。哎呀，哄小孩了，那是。你问一下有没有先。他之前卖货的胖了，不，连人还没有。